新任台糖董事长张远乾到达嘉里糖厂以后，在厂长王顺旭的陪同之下，先到企业甘蔗原料区视察甘蔗种植的情形，接着到自营农场视察灌溉设施和盐分地的改良工作。张董事长在视察的时候，对甘蔗新品种的推广、收成、自营农场的成效以及盐分地改良工作的进度都一一详细的询问，同时记录下来，作为今后全面革新的参考。张董事长今天还顺道视察了玉井糖厂、善化糖厂和永康糖厂。